在线上或是现场参加 Wikimania 二零二三的伙伴们，大家好，我是来自 Wikidata i w a n 的 Adam。那今天用一个大概二十分钟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台湾 GLAM 的 Wikidata 回顾与展望，以李明树纪念馆与新乐园艺术空间为例。那这两个单位其实是我们 Wikidata i w a n 在台湾发展这个呃 Wikidata 里面非常重要的两个单位。 尤其是新乐园艺术空间，自二零二零年与我们合作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都不断的在资料库 Wikidata，甚至在 Wikibase 上面，呃，去做不断不断的研究以及推展。好、哦，那首先我先花一点时间来自我介绍一下，那这个是我，哈、哦，我是 Alan，哈、哦，也可以叫文月，那我是 Wikidata 台湾的共同发起人，也是立法院开放国会的这个第一届委员。 过去曾经做过这个 Wikimedia Taiwan 的秘书长，那过去也是担任李面书纪念馆资讯组的召集人，以及新能源艺术空间，呃，在维基这一块的一个呃技术上的协力工作。那回到二零一八年当时的我并不是在维基工作，呃，当时我只能算是说是呃维基社群的一份。 那在当时二零一八年时，我在李梅树纪念馆担任资讯组的时候，就一直在思考说，诶，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继续推展李梅树纪念馆，或是李梅树在台湾，甚至是全球的一个知名度？当时就曾经有想过说，诶，呃，维基上面有一个 GLAM 的一个专案计划，是不是有可能说，诶，透过将李梅树的这些作品画作去做一个整理与归档，并且。 呃，公开在这个维基上面，无论是写成维基百科也好，或是整理成一个开放的画廊，可以提供大家在上面浏览的一个呃可能性啊。最早最早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契机，那我们后面会来跟大家分享说当年我们是怎么样去进行的。那后来到了二零一九年，我用二零一八年在李明书纪念馆的这个开放资料经验，那开启了这个新乐园。 艺术空间的这个开放资料之旅，那事实上，到从二零二零年开始到现在，呃，新乐园艺术空间与开放资料或者开放呃社群的一个合作的的拓展哦，到现在都持续的进行中哦。那也是从这样子的一个分享，这样子的一个讲座开始的。那我想在最前面哈。哦 呃，台湾其实，在谈开放资料、谈开放协作，已经呃非常非常多年了。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领域都是呃同样的进度。事实上，台湾的开放资料，或者是我们在谈开放这两件事情的时候，最常、最常先联想到的，依然还是从包含像开放政府，或过去有开放，呃，或者是过去我曾经参与的开放国会，甚至到现在，你如果谈开放资料，我们可能还是常常会 focus 在所谓的。 呃，政府政府开放资料，或者是如何去整合串联这个不同单位的这个开放资料？那我想回到最后，其实大家会发现也有蛮多的领域在开放资料这一块哈、哦，是没有跟上，或是没有反应，并没有那么的及时哦。包含艺术领域就是如此。但是对我来讲，我觉得呃，艺术领域在开放这一块更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发现。 在 C C 的这个执行长过去曾经就说过，在数位化的时代下，我们发现共享是促进发现、创新和协作的基础。那事实上，包含艺术哦，或者是现在的一些数位整合研究，呃，也开始进入这种呃协作研究啊，哈、哦，或者是需要用不同的新的方式来进一步的呃拓展我们对于资料的呃探寻，好、哦。 来创造这个新的这个数位人文的研究基础，哦，那这个是我认为，在人文领域、艺术领域，哈，也需要去推展这个开放资料、开放协作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今天会跟大家分享的几个案子，哦，其实主要就是以李梅树纪念馆跟新乐园艺术空间为主。那李梅树纪念馆主要是在二零一八年到二零一九年执行了这个李梅树纪念馆危基馆藏开放计划。 那新乐园艺术空间从二零二零年开始，每一年都有一个呃跟维基有关的这个，或者是跟资料库有关的这个年度计划，包含在包含现在正在进行中的这个台湾替代空间艺术资料库建制计划，啊、呃，维基数据与 Wikibase 技术应用前期研究，那这个其实是非常荣幸获得这个呃联盟补助的一个计划。 那先来分享一下我们二零一八年是怎么做的。当时我们二零一八年的做法是这样子，我们会有请馆方的呃工作人员，哈，像是我们左上角看到的这一位是李梅树的二儿子，哈，林景光馆长，他会带着我们先来导读画作的部分哦，会来跟我们分享说，哎，这幅画当时的一些背景故事。 或者说这幅画当时哦是为何会成画？尤其是李梅树常常会会画一些人物像，那这些人物像有的时候可能会是因为要送人，或者是说哎当时因为一些因缘际会，可能是女儿要出国了，或者是说哎这位其实是当时的诵经团，好、哦，那李梅树带着诵经团到全台湾各地去游,游历哦去诵经，那。 在某一个地方哦，帮宋金团留下留下了一张画作。那像这样子的一个流程哈、哦，那后前面完成了这个作品的导读之后呢，后面再会依据官方整理的这个画作的图档以及 metadata，会去进行画作的 metadata，还有 open data 的这个概念讲讲解，并且再带大家上传到这个呃 Wikimedia Commons，也就是维基共享资源。 并且在上传完毕之后呢，再进行这个 Wikidata 的这个 metadata 的呃内容的记录，哈、哦，内容的这个编写。那这个是我们当时二零一八年，哈、哦，在李明书纪念馆，呃、哦，操作的样子。那从 二零二零年开始的这个新乐园艺术空间 w i k i t a 的系列合作，则是又用了另外一种不同的方式，从新乐园艺术空间出发，我们从二零二零年开始哦，不断的不断的在进行这个社群的热度这个营造，我们不断不断的在跟艺术社群、替代空间社群或者台湾的这些呃经营艺术机构、艺术单位的伙伴，一直去跟他们去讨论说，诶。 我们如何去谈论资料库？我们如何去谈论艺术资料？如何去谈论艺术建档这样子的一个呃内容，并且在这样子的热度营造下，进一步的再去做社群需求的探索，以及持续不断的工作方进行 w i k i d a a 的教学，进行批次编辑的教学，Chris Damon 的教学。 那最后进行这个台湾各类型的艺术家、艺术文献、艺术单位的这个汇编，汇编到 Wikidata 之中。那左上角是我们二零二零年的这个讲座，那右下角是我们今年二零二三年的一个呃工作坊，哦，在进行这个应该，哎、欸，这个是 Chris t a e m e n t 的一个呃介绍哈、哦。那首先我们来聊聊成本哦。 那这个是在录制台湾的这个国家文化记忆库数位化工作的这个呃说明手册，大家会发现这个档案哈，我们档案或者是这个藏品哦，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流程。如果我们最后确定是要将这个数位档案去做一个公开的话，它会有一个流程是，它要先进入入场，然后全力盘点、编目，然后如果有需要修复就进行修复。 那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进行数位化。那有些数位化完之后，可能还需要数位修复。那如果没有，那就是直接做这个数位资料的编目，以及一样也是 meta data 部分。那再來就是确认它的整体的这个呃著作权利，最后才是上传以及总公开。那大家可以发现哦，这些这件事情其实这实际上执行下来哦，它会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成本。 但却是我们在做，尤其是在做 Wikimedia Commons 上面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因为其实在著作权上面是呃开放资料里面最关注的其中一项。那如果回到我们在谈 Wikidata 的话，呃，中央研究院的数位文化中心链接资料开放实验室其实曾经有提过一个链接开放资料的制作成本。 那首先你需要人力成本，包含是授权。我相信，如果你原本是一个网站的资料，要转成 Wikidata 的资料，或者转成一个 LOD 资料库，其实授权上面还是有需要去厘清的部分。然后再来就是内容的分析及转移，哦，技术转制执行，哦，再来是资金成本。如果你要自己 host LOD 的内容的话，你就会需要有这个资讯设备维护，或者是专家咨询。那最后就是时间。 因为事实上，要建资料，无论你是在做 Wikidata 也好，或是其他的 LOD 资料集，好链接开放资料集都是一样。嗯，多数的时候，大部分的资料要转制成这个链接开放资料，它都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呃机器的自动化的转换方式，通常都是半自动的，或是必须要用人工的。那大家可以看到，在工作策略上面，在这几年来。 我们在李面书纪念馆或者新的园艺术空间，它的做法是不一样的。李面书纪念馆，因为它有很大量的李面书的这个画作的物件，所以我们就会去处理画作物件的 CC 开放到维基共享资源，也就 Wikimedia Commons，并且同步完成这个画作物件的这个 Wikidata 的注入，然后透过公开的工作方或是公开演讲，包含像现在的演讲，呃，去展示这个工作的成果。 而新乐园艺术空间也是呃也是如此，但是因为新乐园艺术空间它以艺术家跟展览还有一些艺术活动为主，它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藏品可以去进行这个呃会诊，那所以我们就主要以展讯、艺术家资讯会诊到 Wikidata 中，并且会诊这个资料收录于这个 a t a 的方法论哦，那以内部工作人员的工作方为主哦。 但是我们一样也是会透过论坛、透过讲座去跟大家展示我们的工作成果，并且一直持续不断的跟外界沟通，说，哎，我们正在进行这样子的工作。那看一下两岸的成本比较，那我只挑了其中单一个年度的时间做一个比较，会比较好比较。那在李明书纪念馆的部分，我们投入了大概三个人次哦，那。 每个人大概工作二十五小时，那工作方的参加的自工，我们就没有算。那主要的时辰大概是花了一年左右。新乐园艺术空间人就比较多，因为我们花了更多的时间在呃收集大量的资料，并且从新乐园艺术空间或者是不同的地方将资料转至到 Wikidata 里面。哦，所以其实，在原始资料汇整里面，我们花了非常多的时间。 那下一批过，我们先看看在资料面上面了。那李明树纪念馆，我们 CC 开放的资料大概有一千笔左右，新乐园艺术空间有七百笔。那李面数资料纪念馆的这个档案的主题会是李面数的作品以及活动的照片，那新乐园艺术空间则是以活动照片为主。那 WikiData 的部分，李面数纪念馆主要就是以画作为主嘛，画作跟部分少数的展览，所以它的笔数比较少，大概是五百笔。 但是新的原艺空间就会以展览、艺术家还有文献为主。那因为文献的数量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其实这个笔数大概有到两万五千笔，甚至超过哦。真的，呃，这个部分真的感谢新的原艺书空间的所有的工作人员的努力哦。那个当时无论是人工也好，或是批次编辑也好，呃，其实汇入了非常大量的艺术家以及展览或者文献的资料。 那建制的时间，你们说纪念馆大概是一八年到一九年，后续都比较零星哦，都比较零星的一个建制。那新乐园艺术空间是从二零二零年以来哦，不断的在进行哦，到现在二零二三年，未来可能也会持续不断进行哦，在台湾的艺术领域的，因为其实新乐园艺术空间的展览，在二零二零年、二零二一年都已经阶段性的完成了，呃，过去的部分。 那在未来，二零二二年跟二零二三年，其实不断的在进行的是艺术家的文献，哦，应该说艺术文献以及其他的艺术单位的资料，会编制到 Wikidata 里面那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果，其实是这个 Open Art Browser 上面的里面数，其实很多都是来自于 Wikidata 或者是 Wikimedia Commons 上面那我们其实有发现哦。 这个 Open Art Browser 它会抓取的资料是必须要同时有 Wiki Media Commons 跟 Wiki Data 的资料才会有，所以其实新乐园艺术空间在里面还没有办法搜寻到哦，这是一个很一个部分。那我想另外一个对我们我影、哦、响比较大的，其实还是呃 Google 旁边的这个资讯框、哦，尤其是大家可以看到画作在透过 Wiki Media Commons 加上 Wiki Data 之后。 它的这个呃，即使是像茶园这么通俗的呃词句哦，也会出现像这样子哦，它、呃、可以去跟你描述说，哎、欸，茶园它其实指的是某一件艺术品哦，是李梅树的哈、哦、这一件作品。那其实你如果光是搜寻李梅树空格作品，也会出现一个资讯面板去跟你描述说，哎、欸，李梅树的作品有这些哦，这个是。 呃，我有发现哦，这件事情确实就只有你在完成了 Wikimedia Commons 跟 w i k i d i a 的建制之后才会出现。那比较可惜的是，新乐园艺术空间的大部分的艺术家都没有做作品的搭配，所以这样子的资讯面板就比较少能够出现。那刚刚提到，这也是开放资料能带来的机会。那这边也有提到，这个 Web 3.0里面哈，呃。 提供可重复利用结构化资料及将资料相互连接，哈，并能以浏览经验自动提供这个使用者感兴趣的资讯，这个 Web 三点零很重要的概念。那并且还有一个重点是，开放资料为 Web 三点零的首要步骤。当然，这个 Web 三点零可能跟区块链，呃，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但确实在不少的学者对于新时代的这个网络资料传播上面哦。 呃，对于 Open Data 或者 In Open Data 都有很重要的一个，它都会很重视这一块哦。那同时哈、哦，被在 Wikidata 的这个角色，或者 Wikimedia Commons 的角色，它也扮演着一种备份、交叉持有以及交叉检索。那因为演算法跟使用者习惯的问题哦，使得资料孤仓、资料孤岛的这个状态越来越深，我们应该如何去打破？ 那其实，Wikidata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界面，去提供这种串联的一个平台。虽然现在可能没有办法很直接的显现在我们面前，但是它的确在背后扮演着这样子很重要的一个角色。那这边也跟大家分享、哦，其实中心化的这个资料的持有，并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哦，因为呃，我们永远都不知道说，如果你 的单一个伺服器会不会哪一天哦，就突然变成 cloud 哦，变成在云端了、哦？那资料流通跟物化，我们过去传统就会觉得说，我们把资料收在单一一个资料库，让所有的资料的阅览都集中在呃同一个地方是好的。但是现在我们让资料在多个资伺服器交互流通哦，这样才可以让这个资料去持续的活着。 那并且也可以促进这个资料被看到的机会、哦。那最后就是这个 Web 三点零的思考，从过去的单一中心伺服器，然后再到 Web 三点思考的是多中心更有韧性的资料。好，那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因为我们在艺术圈谈开放资料的时候，常常谈的都是艺术开放资料，但我们现在希望可以让开放资料不只是开放，而是让这个。 艺术圈的资料也可以走向这个开放以及串联，做到资料与资料之间的真正互联。好、哦，那最后另外一个点是我们希望可以去提的一个，就是现在新乐园艺术空间在进行的这个 Wikibase 的探索。其实我们会发现哦，因为在 Wikidata 上面，其实还是会希望资料会需要有一些外部的参考文献。Wikidata 还是不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一手资料，应该说它不应该是一个一手资料上传的一个地方，但是对于某些机构或对于某些呃单位而言，它所制造的资料，它其实就是一手的一个资料。但是如果如何让这些资料也同时保有这个链接资料的一个特性，那其实 Wikibase 也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做法，让各个 Wikibase 再去用 Wikidata 去串接到其他的包含像 Wikimedia Project 或者是。 其他的这个零 open data 的生态系，那现在的瓶颈，我想最后做一个分享，就是对我这边来看到的是，台湾现在的瓶颈其实还是在于说内容涵盖度可能还是有点不足，再还是台湾有能力持续提供内容，但是缺乏开发应用的能量，那目前还比较欠缺能够直接导流到管所直接利益的推展。 包很像是跟大家跟管所讲说，哎、欸，你做完这个之后呢，就会有更多人来参观，或者是哎、欸、知名度有上升，这一块上面还是比较欠缺的。最后就是台湾缺乏这个持续性的，我想是持续性的对资料库或者开放资料议题的这个讨论的热度，呃，台湾常常比较像是一阵一阵的。好、哦，那以上是我的一个简单的分享。最后还是要感谢呃所有促成这个。 专案说李梅树纪念馆的伙伴，或者是新的园艺书空间的所有的工作伙伴，那没有他们的协助，其实这些专案无法发展到现在。那我是 w i k i a 台湾的 a l a n 那在这边感谢您的聆听，谢谢，谢谢大家。